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欢迎您收看智慧微视频。今天我们谈判锦囊呢，将为你谈到谈判的期限。谈判的时候，我们不晓得任何谈判它不可能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，所以它一定有个期限。那期限就晓得期限是怎么来的？呃，谁给的期限？你给的，我给的，大自然给的，法律给的？ 我们起码可以设出来这样的几个期限。第一个期限呢，我们晓得它可能是法律的期限。法律期限呢，比如说我们做任何谈判，它总有一个法令嘛。比如说你今天要去搬家，那你今天签的写字楼，你们的合同呢，到三月三十一号结束。所以你要不然你就你就要续约，不然你就得搬家。这是就个期限嘛。所以你如果说想要一个期限，那你就我所有的谈判，我必须在三月三十一号以前赶快把它搞定，要不然后面怎么办？ 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没有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讨论的，但是它它是被给定的一个期限，或者一些程序，你要跟政府或者一些什么采购的一个程序，它的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点在什么时候完成，这是没办法谈的。这是第一种期限。第二种期限呢，我们晓得是大自然给的期限，春天雪融之前，冬天冰封之前，所以这是一个大自然的期限。所以，我们常常看谈判的时候，在季节有关。 啊，眼看的，我今天卖水果，卖水果，水果你能卖多久？你能跟我谈多久？谈着谈着，一下子，呃，这个这个水果，这个这个季节就过了，然后水果就烂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这里面，大自然给的期限，嗯、呃，或者河就封了，雪就融了，整个局势就改变了。呃，我赶在冬天来之前赶快谈成，这也是没办法，没办法去跟对方去讨论的。但是你必须知道，这你的谈判这是被给定的一个期限，那这个都叫谈判的结构。 第三种期限呢，那那就不是一般的被给定期限，而是别人给我们的，那是那个战术啊，他给我个期限，那么他给我的期限呢，通常比如说他限我三月三十一号以前一定要完成，那我们怎么去试探他期限是真的假的呢？我常讲，很多时候呢，期限它是刻在石头上的，还是画在沙滩上的呢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当然不知道嘛，做一件事情试试看。 我们在他期限后面给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，就说你限我三月三十一号以前，对不对？我说哎呀，糟糕，我们公司四月二号有一个更好的方案要出台，你要不等，你要不等，我由他等不等我四月二号的方案，我来判断他三月三十一号这个期限呢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因为所有的给的期限呢，我们都是给推推看，而我们也晓得期限通常呢，它是一个工具。 它本身不必然是个目的，对它谈成才是目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就试探他的工具，他到底有多坚持他的期限，我试探一下。最后一种期限就是我给人家的期限，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战术啊。但是当你记得哈、啊，当你给别人期限的时候，千万记得，呃，要符合两个条件。第一个呢，它必须非常的合理，就人家五天才能做完的，你不能限他三天之内做完。三天之内做完，他想说，反正我做不完，我放弃嘛。 那你的期限目的是要谈成协议啊，就是他放弃放弃反而破局了，那你正好适得其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个第一个期限你要合理，而合理才会带来我们第二个要求什么呢？认真，只有合理的期限才会告诉人家说我是认真的，你不要尝试，因为我是非常认真的。如果我是嬉笑谩骂，我跟半开玩笑的讲法，他不认真，没人把我的话当话，期限不会发生效果。所以是法律的期限、大自然期限、他给的期限、我给的期限。 你现在去看看你的谈判有没有面临什么期限？面对期限之下，该设计什么样的战术？想想，我们下次再见。